今天呢，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关于牛仔舞的一个小知识。那么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的弹动加上身体的动力啊。那么钟老师先给大家做一次 7 1 2 1 2 2 1 2 2。好，那么在这个动作中呢，它需要注意的点在哪里呢？注意的点在于我的工作的位置，在于我的胸腔和我的尾椎去产生同时的力量对抗。那么在高位的时候呢，胸腔和尾椎一起出去弯，那么我在中途转换的过程中，它的力量会还原到低位的时候，同样还是在外面的，所以它的节拍值一定是在外面啊，弯啊，去啊，弯啊，去。那么同时会产生胸腔和尾椎的配合，那么会犯的错误是什么呢？一定要注意，不是肩膀去动，而是胸腔和尾椎部分力量去发力，一定要去控制住这个位置，不然的话手臂就感觉像个鸭子一样在那里嘎哒嘎哒的在那晃啊。所以这是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呢，就是我的头它不可以前后去晃动，我是要保持在这个垂直线上去完成尾椎胸腔的转换，保持我的脊椎不晃的情况下，在这个位置去完成前后前后前后的力量啊。